唉，公孙师伯何故愁眉深锁？林师子有所不知，自从九阴天尊解封，禁魂令便一失去作用，致使剑宗魂力外溢，竟引来不知名的异兽盘踞。老夫正为此事伤神。哦，竟有此事！公孙师伯无需的忧心，这等小事就让晚辈为你效劳。林师子之意是要带老夫驱除此兽吗？晚辈正是此意，老夫感恩。不过此异兽连日吸取剑州魂力，力大难治，师子要多加小心。晚辈知晓。好，好，我们大家看吧。嗨，哦，没有剧情是不是？还以为有剧情哎。念什么？吃乌昂床。等一下，我一直不想打，不要打死啊！感觉他血也很多。我不想浪费时间了，我想直接把直用修改器赶把他都干掉。好了，用修改器直接轰他。好。欸，就这样。有拿到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什么东西没拿到？师傅，不是啊。就这样，好，很好，什么报酬都没给我。好，我们再去横山玄空寺跟斩龙台。啊，这边斩龙台剑魂换又一个神兽。就这样，好，用修改器一击必杀了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好，这个是剑轴羊，一样一击必杀。其实宣山不算重配啊，因为宣山我没有录过啊，因为玩太，主要是因为玩太多次了，想说要不要换新的。这个是200块人墙，我们要走到荒神，不是那个望剑峰，就是找我们一开始的地方。走进去这个下面，我们就会看到200块迷之回廊哈。那这个迷之回廊呢，哎，这些妖兽高音呐，看我们200块无价钱啊，随便死死换换，可怜哦，又挂点了。哎，工资快啊，送延长保修，明天工厂休息。今晚没收回去的话，这些家伙给星期才能再上工了。不行，到时候开天窗又给被骂。这个点不到。我记得这个可以跟他们打架。不会哦，不会跟他们打架。好，就这个200块人墙，很可怕，你知道吗？这应该是以前他们公司内部的那个电梯吧。对对对，他把最重要的放到第二期了。可是我觉得这样也 OK 啦，就是我后来有去买蓝银片，去光南买的。我那时候去光南买，特别买那个蓝银片回去玩。哦，真的，蓝银片真的是剧情写得很好。
我真的很喜欢蓝鹰啊，蓝鹰真的正。看起来招式跟以前一模一样，然后被一击打到就死了，换我死了。那时候练超高等才挑战的，我练到60还80等吧。哎，有这样子哦，好像有。那现在有攻略了嘛？对，有修改器了，我就不用怕了。